天气不错。钓阿公介绍的钓，他已经先下去了。光哥，跑去哪里了？嗨，当然过去啊。找得到？我怎么找不到？那么好找？有啊，啊这个这样过去啊，从这边过去吗？哦，这里啊。好 ，OK。很深哦。前面不深，出去很深。斜的吗？还是平的啊？它这边，因为它下面有一间。哎，有讯号吗？有，很小。是哦。对啊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它又打不到。超小的吗？它就这样子上下晃一下。会不会小鱼在吵啊？有可能，要不然就顶那个半格的。真的是危险。你等一下看啊。我看看。会不会钓十八尺比较好啊？有可能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我上次也是钓长的，因为我怕小鱼都在前面。哎，真的哎。怎下去？下去半空中的时候，它就哎，它有先给拦截一下。有哦，小力哎。很小啊，所以我就想说，会不会是小鱼？不知道，钓很长啊。钓十五尺的也是，哎，真的嘞，啊，错过。就是小只的岛啊，有，又来了，打不到，嘿，神奇啊！我已经用很钝了，对啊，看起来已经，可是怎么打不到啊？神奇的，再试一次，快点，我要看看到底是什么鬼东西。我刚刚一直拼命打。下游桥那边好像蛮多人在钓，那边比较小。是哦。对啊，至少还有讯号，我那边的讯号很少哎。你鱼还没冲过来。还是我乱给他调饵料啊？你看，真的，你再给他慢一点看看。对啊，我就慢一点打。上次的豆仔会这样吃吗？上次不会哦。豆仔直接插水哦，靠，还是真的是钓太短了。你看，而且上次豆仔都这么大。哎，可是上次我十八钓一钓，我也改十三了，因为风太大，改十三也是照吃啊。哦，是哦，所以那也应该不是这个问题的。我有看鱼也有在靠啊，在跳啊。有在撞，有在撞，应该是我看这边。通常如果是西哥，应该不会趴这么下面。西哥，这不是直接给你拖了吗？啊，这里也很多鱼啊。这里哦，是你要啊，上面有转板可以拉下来，要从我停在我车子的后方那边有几块站，是哦，
只有一号啊。啊，一号有没有打到啊？很可怜呢、欸。好大一只乌龟！靠，代表我打过呀。回家吧，要被迟到啦。我是放生团体。没有，再说。哎、欸，有嘞，断线了。是啊。哎呀。在这边探看，仰望虽然不是很好，但是风景景致很不错，有机会还继续来。打到两只大乌，一次直接断线，然后一只开钩。天气冷了，大家都说讯号很小，真的很小。好，有机会再继续来这边钓吧，我们下回再见了，拜拜。